今天老妈又要带我出去混了，我们又要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们专程去向中国馆的专家郑先生请教中国画的精髓和要义。郑先生受邀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该馆的中国书画进行整理，包括做释文、识别印章、查询历来收藏者录等，还着重为明清藏品提供了鉴定真伪的评语，以供后人参考，经历六年全部完成。郑先生和其他专家一起建立起该馆中国书画藏品具有中文注释的完整体系，这在当今美国博物馆领域还是首例。今天我们何其有幸能让郑先生当面为我们讲解。今天我们看现在看起来，西洋的指中国画，到结果这个笔法老要紧，笔触了，所谓西洋里讲笔触，笔触嘛一定要鲜明，一定要就是肯定，不好拖泥带水。西洋画到结果还是要获得中国画的笔法，那我真的是体会到了。我主要是跟青春呢，有一个画家叫余光宇哦，余世开。你看，搿能一幅画，慢了真插不进。书是拉好走路，我想起好，你看搿搭里向，伊没黄了，伊一点点勾啊，啥么双勾全部勾出来，搿里向一片搿个奶油想起丰富，真的是一笔也擦不进，哎，全部是满了，搿搭满了不要紧，我的风格呢，那风格不怕，跟你想起，本是德国，上海送到五零年，上海送到，我就看到搿种好高，我心里就得到了。就是等于伊也认得侬嘛，侬也认得伊，我就觉着我搿辈子崇拜了。没正式好好叫来我教我，我就觉着蛮奇怪。没教我的西洋画有两样，教我讲究功力，要画到老，要画到老要好。侬当辰光年纪轻了，画了像画了好不算数，一定要笔头要老，本人一定要有得侬自家的品性老修养。侬再可以来了搿个国画里向弄出来。侬要是没搿点修养，没搿点意境的物事，侬国画里意境也出不来。是，所以搿个是相辅相成的。侬讲画画长大起应该没了，搿种应该没了。侬真的成大师啊！你在顾不上伊，我再加一个。我讲我当今活帖就三个人，可能比较高一点，一个大气，一个吴凡，还一个龙云少。我就搿三个人，其他勿勿来了。我年轻辰光，宁世博，宁世博打扰我。来了。莫年三啊，宁世博没了。莫年三啊，见过。啥人我侪见过。要我就是吴凡得了。只要见三趟，大概吴文杰肯了。我去等了两趟不肯等，第三趟我不要去。你要啥子啊？都不。你一定要，比如讲，至少你要三趟去登门坐了，还几个钟头等伊。嗯。那么以后相信我诚心，第三趟我自噶放弃了。我头个侬讲不要，六年少了我根本不欢喜。六年少开怕哦。六年少，搿个辰光来生病，困到床上，拿把扇子扇，我一看不惯搿能介个腔调，勿懂。要到了几十年以后，我再懂。伊拉两个老兄弟根本用不到任何闲话，伊有可能上来跟侬讲闲话，大些搿能介算，我看不懂，我要几十年以后再看懂搿点物事，我不要去跟伊学。你唱个老师，我就唱。伊拉阿伯叫毛志忠。搿倒是勿大看见，只看皮肤层、皮肤层，五叶层比较少。五叶层有种叫加速层的，层次加开来，加速层。皮毛层。皮毛层是文人画主要层法。层法。腹皮层是不薄派的层法，或比较硬一点。搿个侪是皮毛层。各色。我古代基本上物质侪是三分之两是熟的，三分之一是糊，看侬哪能掌握。不像蛮聪明。这个是长大器，这个长大器，那搿搭搿搭我跟侬讲一个，这个是祥子那个瘦高的，就是讲当时光看到一件好的物事来，双钩勾下来画了作为参考，因为当时光有画图画了就是讲参考物比较少。搿个一卷物事大概有搿能一沓，有大概有两三百张。当时光祥子那个阿姐祥玉梅，得伊拉搿个。
像是那个男夏小队跟伊讲，伊讲迭个是拿阿伯个物事，侬最好保存好，不要放出去。结果呢，伊拿搿个一眼物事呢，最初辰光是捐拨福利院，福利院保勿够，福利院变成养肥是个养肥，伊讲不要。结果呢，后头改到大都会，大都会来问，搿大都会阿里个卫生不要了，介好物事，后来全部捐拨之后，侪一张张单片啊。那么搿搭阿拉搿搭有标户的人嘛，全部得以后头来托管一层，托管呢专门对开过一只像是那个手稿子做。开笔纸上面嘛，啥颜色啥颜色看见伐？对，黄的、红的、啥个啥个。嗯。搞了下头是要花些功夫，没办法的。当然是。哎。搿个工。上上头找一眼，下头找人是好陈老李的。你刚刚我讲陈红是陈老李的字。秀起来行，伊是方言搿种。因为伊倒勿光熟，伊倒是有得一点点鼻音，所以伊更加好看。但是夏氏流个话呢，就讲里向有诗句去了，就讲里向有点诗个内涵了里向，搿张上去冇了。看完画，听完郑先生精彩的讲解，就到了饭点了。郑先生执意要请我们娘俩去吃饭。这怎么好意思呢？我们已经向郑先生讨教了那么多，还要让人家请客。但郑先生执意要请我们，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餐厅就在博物馆的楼下，汉堡、薯条、冰可乐，真是绝配。小杨总有白了，去了吃饭。吃完饭。妈妈又去博物馆的商店买了几样首饰，而且用郑先生的员工卡还能打折。今天真是谢谢郑先生了。